schedule， 可能要看 schedule， 我有拍起来。哦，他还有一个 schedule， 跟你讲我今天要干嘛干嘛。对对对，我有拍。但是你说那相对缺点就是他有时候就不够很自私化了，变成就自私化了，就没有弹性啊，就没有、啊、没有什么变动。对啊，啊，我们这边就是没有固定。那我们这边就是太弹性了，太过随性了。都各有利弊啊，我觉得就像每次叫日本人签名，日本人都问我说：“请问要签英文还是汉字？”哦，真的、哦。我每次他会猜是要签英文。真的、哦、可以的、啊，真的有趣。日本人都会这样。哇、哦，很可爱。他们还蛮严格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怕做错事，或是觉得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啊，要遵守的东西。然后像比方说，我跟他讲入住时间下午3点，然后他们就说，那如果晚上回来可以的，嗯，还会这样问，还会这样问我。哦，因为他们就很守时嘛，就是我不怎么讲、嗯，他们可能就觉得说讲好几点就是几点。哦，大致的。对呀，你家己那饲呢？安尼哦。嗯。你看诶，我咧倒去啊。哥哥要起来创地啊！哦，出去啊！哦，有啊，你。对啊，阿爷头前嘛一只啊。娘呢？嗯，好厉害呢。我一牛。那个也蛮哎，他抖好可爱啊。嗯。不过他这么大了还要喂奶哦。因饲到差不多4岁，阿姨家3岁，3个月。然后伊想要甲伊创治，你看。说小巴你多帅，我觉得他长得像流氓的脸，你出来。不过他从年轻就很红啊，出血真的。现场去看，搞不好感觉不一样。搞不好真的会觉得他很帅。因为他很活泼啦。对。像我看你拍的那个摸摸他，我都喜欢看摸摸他，我觉得摸摸他很帅啊。嗯，对，我觉得摸摸大人蛮帅的。他是比较，你会去看那邓小平那么老，你会去看他吗？上脸上脸那个，每次去看人家骂人，就是上脸那个。那晚会高高。就给他顶在脚上。是哦，哎，是他妈哦。对。对啊，就跟我们人，在跟小孩玩的会高高，哎。被扎。你不要看到秋伯这个状况在那边，这样子等他。蛮有趣的，蛮厉害的。啊，而且那一只好像都不动，哎、嗯，大只不是虎，但是大。乱丢是不是？我刚刚看到别只的头，哎，你说什么头？它、嗯、的脸。嗯大师兄，妈妈大师兄哎，嗯，好的啦，你不要看，长颈鹿，受不了，看光棍。哦，
小智要去找他妈妈了，他妈妈在上面。这一只是哥哥。你看那个星星的奶奶，哎 ，Linko， 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对对，对啊，有关系。这只比较远，比较可爱。这只叫 Linko， 哎。另外一个太瘦长。他的妈妈在底下这一个，底下。Linko 的妈妈是这个。对。难怪他在他妈旁边。哎。哪里？就是现在在吃。在吃，对。你就喜欢这个。对。他吃好久、嗯、吃很久、啊、另外那一个妈妈跟爸爸在洞里睡觉、啊、你要不要嗯要不然你写这个对但是后面那个洞吗会啊会啊去那边拍才拍就要到那边对对所以拍这个是很清楚耶对啊超可爱的这个因为就、嗯、也都是来看他因为来看可以看银背子来拍哦对对对对你只能看电视，对，看电视就也是看电视，啊、就是你讲的，不就看电视这样的。对。